现在已经到我家了，好，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是我家。为什么说这里是我家呢？因为我们这一个月有半个月都在当空中飞人，所以我已经把机场当第二个家了。OK， 说到家呢，需要睡觉嘛，所以我现在都会带这个在这个飞机上就能舒服的睡个好觉。现在大家正在我家挑墨镜，有喜欢的吗？哎，你们在我家有看到墨镜吗？喜欢的墨镜，你们都在看墨镜是不是？买给我，买给你，不用啊，是我家，你就拿了就好了，就只管拿就好了。你说的哦，对。对，全部包起来。OK， 没问题，台湾喜欢的跟我说。OK， 我们台湾见，拜拜。